Matteo Gutalli den Taxen und Tate.告诉我的小孩，生活就是要勇于挑战。妈妈现在在挑战自己，有种信念叫做永不放弃，有种人生叫奔跑。儿子在下面 ，Love you, Richard。谢谢。现在我跳得如醉如痴。提升，我们祝福他们有更好的表现，恭喜恭喜！